恭迎新加坡宋大峰祖师百年金蝉回銮送安。2024年11月3日，农历甲午年19月12日。第九期叠安太花上灯，曾经于清光绪27年中，公元1900年，上灯仪式布置安保太花堡，因此取名安保太花上灯。如今已有113年历史，110多年来，太花上灯作为大峰祖师慈悲真心的化身，支持每一个人俗，是叠山地区乃至海内外广为闻名的民间慈善团体。80年度初，某一节季节开放的春光，叠山上灯也迎来了发亮的春天。到梦里村老位，家里人热心能使的关心津贴，等将开花上灯，得到社会关怀上心，家庭也改回的经济赞助。1985年初冬，这座古色古香、堂皇壮观的崭新开花上灯，到梦里灵后顶落成。1989年。大上灯后面形成了太花福灯，并且中国佛教会长田福寿先生致谢大雄宝台顶下，来谢三圣佛祖、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十八罗汉、弥勒佛等台。今年又到上灯前面建造了天恩宫灯，并且设定天福寺紫霞江木天恩饼下。1993年建成了太花福利大楼。1998年为了缅怀孙香改辛苦唱灯，杨祥为此红，又到福利大楼左侧建造了一座具有古色古香的气派、有现代化气势的五脏列灯，地藏王国。至此，整个上灯破头起窗，积极壮观。太花上灯由此放开了崭新的一页。一花开过百枝节，110多年的欢欢和和，让时间不再经历多些清清变变、花花和和、生生死死。可宋大峰祖师播下的功德，却到太花上灯来舞团欢。110多年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太花上灯得了弘扬大峰祖师倡导的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能道主义精神，始终弘扬扶贫济穷、乐享后世的成果。从事西瓜长征、西微长业，济世利人，对合作需要帮助的地方好，每月都固定发给大笔现金。对部分因病无法治疗、甲子能治好有困难的群众，给予现金救助。每年中秋甲春节两个重大节日，太花上灯福利会到社会热心人士调集善款，购买大笔食药，分发到安保市的社区及邻里村委会。由民政部门发放给需要帮助的困难户。据报网上统计，太花上灯自定江以来，每年固定资助的困户40万人次，近约16万元，救助因病无法治疗16万次，近约4万元，帮助只能治好有困难的群众12万次，现金48000元。中秋甲春节两个重大节日，向社会困难户共发放大米20吨。食药500400片及其他附加品一大块，并经常开展每月义诊活动。此外，对受地震、水荒、洪涝、火灾等，不论地山内外，太花上灯都是为乡亲爱，伸出援手，发动捐资捐款。